我们来玩一下女孩看牙医二。你要看牙医吗？来看一下牙医吧，看一下。哎，会不会吃版权啊？这个音乐，我进去要把它关掉。音乐怎么关？完了，看不懂英文怎么办？知道怎么玩？哦，开始了，没事。我们来看牙医喽。沙小，有没有版权？哇，为什么他的嘴巴里面会卡魔术方块啊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他嘴巴太大了吧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细菌迷宫哎，太狠了，这什么东西？我要去把细菌夹出来啦，要把细菌夹出来，还不简单？不错玩呢，还是以后开台是玩这个。挤牙膏，这应该不是牙膏吧？把他的那个蛀牙填满，填起来，然后有个完美的牙齿，然后再给他用这个照一下，完美，哇，看这个技术太高端了吧，直接变一颗新的牙。哦，痛！啊，傻小，他就这样长出来嘞，太扯了吧！他只要配对到，他自动就合上去了，对吧？这样都可以啊！我严重怀疑他这个音乐有版权了，不过已经播了很久了，算了。太扯了吧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如何清洁？如何清洁？进来！哇！我赢了！这个吗？你好可爱哦！太可爱了吧！哦，你好丑，星星。好了，就这样。The 丑。好了，完成，耶、yeah, ，You did it， 完成，太神啦！